精密系不适合，坚决系那，对吧？还得30秒到坚弹决窗。系你不可能玩弹钢带坚决系吧？不是明天更，哦对，是明天更，明天晚上11点。他就是立场更新，他虽然是更新赛季，但是他一样的，他们就是2星期一更，2星期的周三晚上。出击！除非是他们那边就 American 那边，像他们什么那个圣诞节，可能会全都会放假，可能会推迟，不然就是正常更新，就是2星期一更。玩不了亵渎不会的，你等他下版本更新完事之后，你再等2星期，他就加强了，好吧？你再等2星期，亵渎的装备要么加强，要么删除。我给你保证，你相不相信就是一回事了。出鱼鞋更不可能了，因为下半本来伤害就低，你如果再出个鱼鞋的话，伤害就更低了。我跟你讲，我鞋子都不打算做了，你知道吗？下半本那个剑灵加移速那个幽梦小件降价了775，然后降了5攻击力，我都打算出2个剑灵，然后我不出鞋了，反正也不卡格子。2个剑灵8%的移速，省300块钱，300块钱鞋子的钱省了。但是你要是说出鱼鞋的话，真的你出了你出这个东西纯纯恶心自己。不是，就差一个啊！哎，那我还亏了，我早知道我杀辅助了，我不应该去找这镜子。移速是加法。我现在358的移速，我出个鞋25移速，它等于多少？你看383，你自己算是不是25？是不是多加了25？它只不过到了400以上，400移速开始，你再多整这些移速，它的就会效率就会变低，移速越高，这个效率就会越低，它是这么个意思。
你去试试再说，你这版本你试啥呀？过两天更新了再说。两天了，这么急，马上就更了。娜美挂机了啊！二级，我操！死哥不打豪宠，完了。明天更，谁知道他有没有意啊？他也没给我发信号。算了，还是金花大吧。我操，这人哦没，还以为他喊我下半区。他这个装备差一点，还追，牛逼啊，这个狗子。还带了。死哥没虚弱的，
啊，有闪吗？他一这个河蟹感觉就是有闪现。 感觉他虚弱好了。 但是这俩人有点太壮了。 哎，我操！我忘了我这 W 不是负的 W， 忘了我这 W 伤害，节奏是真他妈快，15分钟没到15个头，30个头，1分钟2个头。 对面都15点了呀。